想要长保青春，其实并不需要花大钱。根据 Healthy Life Tricks 网站的报道，一位美魔女揭露了她的维持年轻的秘密。她声称用了这项逆龄秘方后，不仅改善了她的视力，负三度变为负四度，让肌肤变得光滑有弹性，发量变厚，更抑制了白头发的形成。材料100毫升亚麻籽油，2颗中等大小柠檬，1片大蒜瓣，500克蜂蜜，做法清洁大蒜并与2颗柠檬混合，其中1颗柠檬带皮，加入蜂蜜和亚麻籽油混合，将混合物密封于玻璃罐中并放入冰箱冷藏，每天饭前半小时食用，食用一匙，一天共食用三次。亚麻籽油是一种植物激素，亚麻含有亚油酸 Omega-6 油酸 Omega-9 和棕榈脂肪酸，且亚麻中超过一半的脂肪是亚麻酸 Omega-3， 这使它成为最丰富的 Omega-3 脂肪酸植物，是鱼油的两倍。亚麻油同时也是抗氧化剂含量最丰富的植物来源，它能够与柠檬结合作用，排除肝脏毒素。肝脏健康与否就是维持青春的重要关键。柠檬具有的维生素 C 可说是完美的抗氧化剂，能帮助增强免疫系统和血管。大蒜有助于清洁血管，而蜂蜜则可以促进身体的再生和修复。